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Tim， 然后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是因为我最近收到一个包裹，然后呢，是因为前几个月吧，然后我去报名了摄影一些国际的摄影奖项，然后结果没想到就真的得名了，然后也就真的进奖杯，然后跟奖状过来，所以想说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喜悦，这样好，那我就来开箱吧，然后大家再来跟大家讲说我到底报了些什么。我记得是四月多的时候吧，然后我那时候报了就是 MIFA， 就是莫斯科的国际摄影比赛，然后 P-3 就是法国的 P-3， 然后 IPA 就是国际摄影奖，然后 NYXR， 对，然后结果后来有就是在莫斯科的国际摄影比赛上，然后那时候得到的是荣誉奖，然后在P-3就是法国巴黎的那个国际摄影比赛，然后那时候得到了铜奖，对，然后还有 IPA 是就是国际摄影奖，然后那时候就是得到了，我记得是就是官方入选这样，就进到最后一轮决选这样，对，然后这个就是 NYX， 然后 NYX 就是刚好得了一个金一个银。对，所以想说来跟大家分享一下。然后呢，这一次刚好我的主题拍的是，就是一个是台北时装周，然后一个是音乐人表演的时候，然后拍就是平常会接一些音乐人的案子，或是去听音乐人表演的时候，然后基本上我就会有时候就会拍照，然后就是没想到就是这些照片，然后就得奖。对，所以想说分享给大家。那好像是纸板，就是啊，它是纸，不是纸板。我想说，总共有两个。然后一个是音乐奖项，然后金的是这个，就是关于那时候有些是在魏武营，然后有些是我记得是张宇，然后音乐人，然后还有金旭章，就是神秘人，然后还有特修斯的阿正，对，然后那时候拍了那几组照片，然后后来就得到了金奖，然后银的部分呢是那个。之前在去年的时装周吧，然后拍了那组照片，就是拍了后台的照片，这样，对，然后就是他们在 model 在后台就是准备要上台的时候梳化，然后准备上台前的写照，然后就把它拍出来，然后很幸运的是就是刚好得了我的奖，好，然后就来开箱这两个，应该是我猜是奖杯了。Congratulations to NYX Awards winner. 漂亮了吧？很重哎，这都在开玩笑，这真的超重的啊！这个就是银奖的部分，哇，它上面还刻了名字，对，然后有就是我的组别的，这个是银的部分，然后这个是台北时装周，然后台北时装周的要感谢的人其实也蛮多的，然后包括就是带我进去的 Rolex 的，就是邀我一起拍的 Rolex 的 Jerry 跟 Cindy 啊，然后当然还有就是凯沃的 model， 然后还有就是台北时装周的人嘛，对，是让我有机会拍到，然后也很荣幸获得这个奖，对，好，看另外一个，这个应该就是金奖喽。这个就是 Be Yourself， 就是我的主题是 Be Yourself， 然后当然它里面就是有拍的就是在魏武营的相片，然后的一群就从里面拍在外面，然后刚好路过 一群人这样，然后还有一些是音乐人，就是包括张宇啊，然后包括就是
阿正，就是小正，就是特修社的小正，然后还有守夜人的区长，对，然后有他们，才有这艘酒厂，对，谢谢，感谢。当然，我觉得这路上其实也遇到很多，就是不管是不认同或者是喷夜人也好，反正就是对我来说算是一次进步跟肯定吧，就是一个成就感这样。对，那当然很感谢，就是身旁的人支持我跟鼓励我的人，对，那大概就这样。好，然后如果还喜欢，就如果想看我更多作品，然后或者是如果喜欢我的作品，然后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分享我的 IG， 然后YouTube频道，对，好，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喽，拜拜。